才够而已啊。1300斤。才够而已啊，我来讲嘛，才够而已啊，才过来啊。这五百你都分袂着啦，我无买大声啦，新价钱300来啦，好啊。300一个啊。啊。哎，擦掉啊，我养他。嘉欣，你先出去，进来，你先出去指挥。先出去指挥，进来袂当红擦的。买300。哎，你骑起吧，好无？你骑起吧，一条好无？骑起吧，骑起吧，骑起吧。哦，你倒车啊。哦，那无代志，我当作擦掉来了。哎，来300个，要起来无？来300。来一个，头前我追加一个哦。300来哦。这两个啥？这边的较真哦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收一个米酒。米酒收的，含酒收的，咸咸的，有的吃，咸的吃吃。盐收薄薄的，我小明啊，今晚还请一个嘛，米酒对你好。300最后要啥？来300啊。300。够不够？够。要搞要算你啊！来，头前来几分啊？啊，那最后剩两万多，300。我两万多分啊！哈哈哈！我这个都买啊！我买大块。对吧？你今天就这样不买，买了会出去的，对不？要七八百，要算你七八百块钱吧。啊，蛤蟆，一根蛤蟆。来不来？不来，小米。蛤蟆。来，要不来？再买200。绝对不同意啊！你一份300，你不要买200。200呢？如果会接下来再买。你直接300给我了嘛？每300你有没敢买200？你敢买？造成困扰，不要去沙发了。哎，再多两份给你了。上面两位呢？我。你买两位了？我。啊，你没给好呀？我来干嘛？你们两个都50块给我了，这里全部给你。来，你两弄50块啊，这全部弄你了，这个你当没沙发了呀？还有没了？还有没了？你也不贵啊，50块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我200块啊。来计较，大家社会帮忙都那个经济白酒了吧？谢谢了。那个东西，你要啥酒我给你挂掉，啥酒弄啊？你们。恁蛤蟆要花无？蛤蟆是无？是啊，我给你点一个。你先规定到咯，100块，来免问我坐100斤桥无？100块来100。一只桥啊，来。来。够咩来无？100。来100哦。无规定到就买一个。三个。一只三个，他就买一个。来一个。100。好啊，卖票啊，出来拢卖票啊，卖票。好啊，卖票啊，卖票。这100了，包3包100了。哎，那个蟹味棒。我是把那个都给他赢了。人家是这代扫地。对啊。900。你看我们这犄角洞，来包皮给我们，我们这犄角洞。你这犄角洞搞完，你退兵了，到底弄门柱啊？你当会去干爹话，讲你去菜市啊，有无？还是去全联买一个洋葱，买一个小黄瓜，甲切到细块。一包退冰，用一个瓦罐拢甲倒了，全部含个小黄瓜、洋葱拢甲拌拌嘞，做一个凉拌菜，小块咸咸甲食微微的。热天啊，味道也无大个拢安。一包100就包300，鸡脚冻免300，伊也包200。200，你买两包就包300，4包拢我哩200。包钱去啊！200，鸡脚冻要求好只啊！来，叫我讲我来做。叫我讲的啊，用一个凉拌菜，来到一个人就无啊，200块尔。200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送你200。够咩下来无？200。拢有啊，你包买过买两包鸡脚，看看一包上面是吧？100啊！上个鸡脚看看，真正可以吃100块而已。100够咩下来无？100。拢有啊，阿姊，这400够你吃完无？无，我老要买蛤蟆。你老要买蛤蟆？我就还请我呢。你该请我吗？你该请我，我是看过你去其他店家打打折。一百是不可能下。那从百五呢？你从百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袂开骗啦，这一包42块的成本啊，我一包8块的，你俩你出去赚的。我来讲哦，全部400拢你，下当接住我买，下当接住我就卖吼，这真正无赚钱，100的，全部。来，一包上你中间去。来，来，姐姐，来，大家准备分咯。你回去我给你发一下。
可以了，一百七十。我是要求阿爸贝贝回来。花四万五十的哈，好一百的，好一百的来呀。我们去玩一点，去玩一点，玩一点，玩一点。好这样，好了，阿伯可以了。玩呢，手机阿弟也别包包发给你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阿弟啊。嗨，你点刚好要来钱去找什么？好，冇啊，系我顶礼拜买俾姐收钞票嘅啊，系啊，俾姐钞票。点解俾俾你拢花了啊？太衰啦，你一开始两个都衰啦。啊，你看后来就习惯先生，这个鸡巴公，这枪架嘛，这个钢条，这霸枪，这大金啊，这一手一百条，习惯先老了。这一百条全部我就无人去搞，要当用真的土食三百二啊，可能全部新价钱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有人要食鸡肉，倒来我一百块。来一百啊！一百了。好啦，感觉今天无啥好讲啦。一百。哎，我感觉今天耍的时候，我感觉无啥好讲。你有诈骗卡吗？有诈骗卡无？你若无诈骗卡，你就卖给钱我啊。这一百条装备几个人卖？你只要人家无对你啦，无再人家你卖寄出来啦，三十块就好了。三十块哦，三十块。三十块。美女，美女，嘘，你的房价是几多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是谁呀？你是谁？我讲你来讲啊，你来讲啊。死！我来开下房价，你们俩吹干净我就我。我呀。开啥？我咧开啥？开三个呀？你开。我六个呀。三个。三个呀？全部咧二十个，你开。这是三十块差不多多，六个。哎，你莫当中我以后直接我赶快弄到你遐，好，我以后赶快直接我今仔去讲一届，我今仔讲十届啊。今仔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好大方的修理啊，啊，我今仔小可动着，规个拢走着，我来遐卡掉顶一个，我叫你注意来，我无话别讲来，啊，我卡掉叫消防来处理掉啊。啊，来，啊这三十块几个？三个。三个，九个够两百来无？来三十啊。九个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啦，恁要点啥物菜？恁点嘛？哎，要点的来哦。萝卜干对不对？鱼头对不对？菜头对不对？我做下面来倒模。真袂灵啊你！来萝卜干要几块沙发？我菜头贵无啥物好介绍的啦，就俗个好食安尼尔啦。好，要着人叫就过来啊！你慢慢相处个，你负责人叫啦。来，这一包十块啦。港式萝卜糕啦，百块啦，百块加百块，三百，唔免三百，你一号啦，两百了，两百啦，哎呦，一个十二啊，四包两百块了，两百，我加跟你讲的啊，你搞咩料？我菜头粿你订不来了，四包你啊，两百块了，两百，两百，你要吃菜头粿无？吃泡饭啊，今天好吃好料，两百，你要来无？两百啊，再见两包，你那菜头粿卖一个嘛，心寒嘛吧，这正好吃卖一个，啊无你每尾试吃两包，我嘛一包了。来一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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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我攞诶 ，OK 啊 ，OK， 啊是要画一块无同诶，要画迄边诶吗？啊是要画罗鱼，罗鱼诶下方，啊，对啦，上面就这，对啦，这上面就这一块了，对啦，一百，一百块了，这个无啊，还两百，这一块上面就一百，一百来，我一百诶，来咯，一百这最会啊，对啦，要一百诶无，一百够要食无？啊，只话讲哦，今仔你若一家搞买两百人个啊，我无啰嗦啊，只要搁送你三粒啊。啊，紧个啊，一三粒无。做会到啊，我系啰嗦啦，大家交朋友啦。到尾啊，我讲你一家买两百个无，你三粒你无法送，你话嘛是钱啊，我袂来骗啊，啥物拢爱钱啊。拢有啊。啊，才一百啊。你一百无加哦。我去哦，我来做钱个，哎，我去，你又好又无再买三粒嘛，哎，做钱个，哎呦个哦，啊，一百个好啦，到尾啊无。老有啊，手机好啊，我今仔耍来只，我是手机啊，要摸麻尔，今仔无重视卖物件来，无重视卖物件。有水饺吗？水饺，你要啥物口味？我要高丽菜甲韭菜是上好吃的，你看袂啊？高丽菜跟韭菜是最难吃的，牛肉跟玉米是最好吃的，你袂爱啥？玉米，玉米给个。
你拿我，你拿我这边取个几两块的骨头，再看骨头还上班。来成交了。对，两块多啊。高丽菜没的。啊，这个米啊，这个玉米啦，这个加高丽菜，这个加鸡啦。来，我背起，我徛起来，我徛起来，徛起来，人车即摆当坐，我徛起来。歹势啊！这玉米水才155粒，300以后后尾拿200了。200。啊，即摆搁上面200块。玉米水饺还有人要吃吗？拢无啊，200块尔。过两要食，徛起来，我变啦，你当徛喺边啊嘛，我变徛起来啊。200，200啊。过两要食水饺个无？你敢要食过水饺3种料个？玉米搁加高丽菜搁加猪肉，你唔要买不？你嘛要一包食看卖，一包好啦。啊，一包一个啊。对，一包。一包要食看卖无？无啊啦，就这啦。够要买一包无？啊，一包。赶紧计者计者，一包了，一包拢有啊。你有人要食韭菜无？剩一包啊，拢有啊。我无注意着，够一包啊。300、500的啦，一包嘞。来。啊，今天给你背了，好多钱。我再追加了，反正钱拢给你包里了，我你买着袂退兵啊。因为之前买人家，我连讲买一只夹夹一点钟，等于隔冬还没煮，55粒剩一粒。急做火啦，你听有无？要翕相啊，我看嘞。好，所以我拢钱拢给你背了咯，给你买着是不是定的？哦，系啊。啊，即话来讲吼，即种鸡腿我大家满意者，哦，今仔所有我大家满意。鸡腿牛二两，虎骨鸡腿全部都过来。今仔爱食卖300开皮啊，后面先给钱200块了。两包今仔全部食卖10只，后礼拜绝对白起正常卖，新价钱200。对啊，我要食鸡腿无？买起2包来，3只、4只、5只、6只，6只无够。